开秋天的风，以及冬天的洛阳。忧郁的青春，年少的我，曾经无知地这么想。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，它天天地流转。风花雪月的诗句里，我在年年地成长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一个人。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等待的青春，不再是旧熟悉的我，有着旧日狂热的梦，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，有着依然的笑容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。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，流水它带走光阴不干你的事，何湘怡，抱歉，我不能和你在一起。我竟然从来没有发现，我身边居然有一个这么重要的人。对不起，再见。一美，出来啊，一美！原来你在这儿啊，一美。我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哦哦，这嘴暖的搞地噶呢，这个搞骗。哪有啦？啊，我就书读得很累啊。很累？你有恁母啊嘞？我逐天咧煮三顿啦，流涂骹啦，搁做代工啦，三不五时，搁爱看你读。书，啊！你今仔是在学啥？咱读一个册，读册真痛苦吼，咱卖读啦，休学啦。哎，啊！我放假休学，你还骂我？跟一群一起，我唔敢，我唔敢啊！去挂一罐豆奶粉啊！我要读册读到这可怜，我死了。走啦！走啦！等等！还等什么？不是，你说这俩人进去，多不好意思的呀？还是？你在这待着，我一个人进去吧。哎呦，干嘛呀？干嘛那么啰里吧嗦的嘛？不都一块来了吗？就是进去听医生说啊，你是想女儿想疯了。你什么年纪了还怀孕？哎呦，别别扭扭、遮遮掩掩的干什么？走了走了，淘汰。哎，叫张太啊，张太，你好，张太，您怎么会到这儿来了？我朋友跟我介绍这家妇科医师调理身体，我吃了两回药，觉得非常好，所以就再来了。啊，这样。倒是你，张太，你哪儿不舒服啊？啊，我呀，我，是我身体不舒服。对，可这是妇产科哎。哎呦，你瞧我们老头啊，真是病糊涂了。不是，我们是要到那个拐弯立交那个内科。张太，咱们改天见。他病得不轻，我现在都上医院啊。再聊。快快快！
怎么样了？得把这个交给护士检验完了才能知道怎么样了呢。那就快点吧，燕燕咱们回去干活了。你催什么催啊？你我愿意待在这儿，真是。来，哎，这个交给我就行了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对。吃饭吗？秦老头问这个蠢问题，来这儿当然是看病啊，难道是来传亲戚的？您说是不是？你是不是病得不轻啊？我打从我搬进这个村子，从来没看你这么热络过，这么低声下气的。哎呀，朱夫人，瞧您这话说的，咱们不是邻居吗？其实今天在这儿碰上。也算是咱们有缘呐，您说是不是啊，朱夫人啊？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有缘嘛，有缘呐。朱夫人，哦，哎呀，对了，朱夫人，不耽误您的宝贵时间，您赶紧进去看病吧啊！咱们再聊再聊，祝您看病愉快，看病愉快，看病愉快，您慢走，愉快。哎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全村子人都跑来了？哎呦！村子里的太太们都怀孕了。课本拜周公就可以考高分了，哪像你呀！你来图书馆还不是只要吹冷气？有这么大张的小抄吗？哎，还给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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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口水了！很恶心哎！操过没啊？就知道你一定躲在图书馆。有免费冷气吹，当然在那儿啊。哎，今天星期六，哎，怎么没约你刘敏慧出去约会啊？没有，等一下要去看电影啊。真的看电影之前哦，打狼啊？没有，不是打狼，是那个。哦！啊！不跑不跑！啊！别跑！好小龙！好了。妈的，好闹钟！你自己跑来逃的，还跑什么跑啊？算了啦，富邦，大家都同一村子的兄弟。哎呀，妈的，冯拍熊，你什么时候变那么感性啦？你忘记他怎么说倩倩的？那么久的事了，再何况那天要不是有小东，搞不好我现在已经没妈嘞。这，哎呀，一码归一码啦。他在冯妈回家很好，我给他拍拍手。但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啊，没这么容易化解。可是事情总有的化解嘛。好了，你看怎么化解嘛？让我揍他三拳。啊，一拳就好了啦，还讨价还价。这样好不好？你揍他一拳，我帮他挡一拳。这样可以了吧？你在说什么啊？哎，还不快过来讨打！
喂，待会儿要看电影啊，不要打脸打后脑啊！啊，快快快快快！打吧，副帮，随便想打几拳你就打几拳，只要你能替倩倩出气，只要我们还是朋友，你尽管打吧。明明就住同个村子，念同个学校，这样打来闹去都十几年了。这几天这样躲来躲去，我闷死了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乱说话，你就打我吧，干脆把有十年分、二十年分一起打完好了。那就不要不理我好不好？哦，苦肉计是吧？我才不会上当嘞！我孙玉美，七七跳，被点穴了不能跳。是吧？我才不会上当嘞！我孙玉美，七七跳，被点穴了不能跳，叫妈妈。哦，你不打我打，行了吧，童芳？好，小东，我警告你哦，你现在是留校查看喽，接下来就看你自己怎么表现了。那我请大家跳舞怎么样呢？哎，对啊，星期六有个舞会，小东说门票他包办，大家一起去，大家一起去。跳舞，夜变扭扭的，无不无聊，谁要去啊？我去。孙美也去。啊，我不行啊！不要送我，不要送我，我要是去，我被我妈打死的啦。大家都去，谁跟你妈告状啊？阿雄。去啊，当然要去，就我把我第一支舞献给刘敏慧啊。那就这样说定了，王倩倩、孙艺美、拍熊、拍球的马子，加我五个人哦。不要，真的不要算我啦，真的不要算我。孙艺美，你想清楚哦，没有舞会的高中生涯是残缺的青春。啊，谁说的？最崇拜的偶像苏蓉蓉说的。屁啦。是啦，我就不会跳舞，又没有参加过舞会，而且我没有舞衣穿嘞。我不要，我还是不要去好了啦。凡事都有第一次嘛，跳舞、行头，统统包在我身上。哎，那我的行头可不可以也包在你身上？包你的大头了，去找你刘敏慧啊。你不是不去吗？干你什么事啊？进去里面吹冷气吧。我是怕你们一狗票人都去了，万一出了事，谁找你们啊？哎呦，富邦就一起去嘛。对啊，富邦照照我们嘛。哼，不去不去。富邦，富邦，去啦去啦。陶富邦，你最不团结了啦你。好了好了，我就去一下。耶！检查结果是阴性，你没有怀孕。可是我一直想吐哎，而且没有食欲，浑身无力。贫血可能也是这种状况，回家多休息就可以了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听到没有？我就说了嘛，肯定是你自己疑心病。方明女士，哎哎。方平女士吗？哎哎，您已经48岁了。是啊，都快50岁了。哎呀，老太婆怎么可能怀？恭喜，已经1个多月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是说这是高龄产妇的资料，请仔细阅读并确实遵守，这样对孕妇和孩子都比较健康。
啊？你倒是说句话呀你！你让我说什么？哎，这说起来不是件好事吗？怎么看你的表情，好像家里死了人一样？呸！你不能说点好听的。就你这德行，你让我说什么好听的呀？不就多个孩子吗？我们又不是养不起。不是养得起养不起的问题吗？那是什么问题呀？哎呀，我知道，你呀，就是觉得丢脸。既然怕丢脸，那你干嘛成天想着干这种事儿？啊，那就我一个人想，你不想能大肚子啊？得了便宜还卖乖。所以你现在的意思是，铁了心要生下来？难不成你要把孩子拿掉？这万一是个女儿怎么办？我没有说要拿孩子嘛，只是，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家里一窝子臭男人，没有一个贴心的。我偏要生个女儿不可，怎么样？你少生一点行不行？这种事有什么好小生的？我又不是偷了人，又不是别人的。你呀，你就顾着你自个儿的面子。怎么着，我老棒生猪让你没面子了是不是啊？我没有。那到底是什么呀？我是为了你着想，你知道吗？为了我？哼，可能吗？哼，你不想想看，你现在多大岁数了，这个年纪有个孩子，你的身体受得了吗？好，万一孩子平平安安生下来，把屎把尿的日子咱们俩还玩得动吗？你别忘了，富华富邦他们小时候，你一路还得起来多少次喂奶啊、换尿布啊、哄他们睡觉，白天还得干活呢。啊，再说孩子一生下来跟他两个哥哥差了17、18岁，跟我们差了快50岁，我们还有多少时间陪着孩子啊？要是万一咱们俩有个什么病痛什么的，富邦富华他们俩责任有多大？自己还没娶媳妇就得替爹娘养孩子，这说得过去吗？我们俩还能活多久？孩子要是年纪小小的没了爹娘，那多可怜啊。脚热好了没啊？哎呦，老唐，现在这么早？哎，怎么看起来一点轻柔？昨天你没睡好？是吗？啥个事儿？这么严重到失眠？别提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这天大的事儿，也都有嫂子做你的靠山呢、啊。我可不是为了做生意巴结你才这么说的。嫂子可是我见过最钦佩的女人，她兼备了女人的信心。男人的胆子，凡事有他肯定搞定。好说好说，多少钱啊？哎，我看你啊，心思可真不小。你家的账不都月结的吗？啊，哦，是。啊，今儿星期天，你一大早出来做什么？我有点事想跟爸谈谈。什么事儿？在家不好谈啊？在家不方便嘛，因为。这是男人跟男人之间的对话。什么事快说啊，少在那给我装老成的。什么男人跟男人之间的对话？爸，再怎么说我也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嘛，所以有些事情啊，我觉得应该。怎么跟个娘们似的，说起话来吞吞吐吐的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，我这包绞肉快馊掉了，我没那么多美国时间跟你磨蹭呢。我觉得啊，你应该让妈生个妹妹了。连你都知道了，你妈那张大嘴巴。哎，爸，关妈的事了，是我昨个晚上起来撒尿的时候听到的。
我跟你妈就不能有一点隐私啊？你好大胆子，半夜不好好睡就偷听我跟你妈妈说话。哎，爸，我不懂哎，这种事什么好丢脸的？我跟你妈的是什么时候轮到你插手啊？爸，你还记不记得去年暑假的时候，我去参加救国团的综合健行队的事儿？你老子要记的事可多了，我每天得绞多少肉，我包多少饺子，牛肉要兑多少酱油，我得下多少葱花，切多少姜丝，放多少花椒，我他妈还记得你去年中横的事。爸，其实呢，那个时候我心里是很害怕的，全程有7天，有70公里的路要走，我那时候很担心自己可不可以胜任，我会不会被同学给取笑。可是那时候不知道哪来的力量和力气，我居然每天都走在第一个。哎，爸，我要说的是哦，有很多事情你越是去想它，只会越复杂、越困难、越麻烦嘛。你不去想它，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？对不对？臭小子，我叫你念书不是叫你回过头来教训你老子的。有句话叫知易行难，你听说过没有？你用一张嘴说容易啊，你老子这把年纪再去养一个娃没那么简单呐。爸，这件事情应该是知难行易吧。爸，换尿布泡奶的事情在富华小的时候我就已经学会了，所以照顾妹妹的事您千万不用担心啊。我知道我不是您跟妈心目中的好孩子，我也不是什么品学兼优的好学生，但是我跟您保证，我绝对会是一个好哥哥的。啊，爸，你就让妈生下他吧。要是您跟妈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，您放心。三长两短？你他妈臭小子，你一大早揍我三长两短！爸，我打你个七荤八素！妈一大早就不见了，你赶快去找他。一大早一个大肚婆会上哪儿去啊？他不会是？怎么了？我什么时候准你拿小孩了？什么呀？你这个没心没肝的母夜叉！我老头50岁了，我半百了，你拿掉这小孩，你真当我还有本事生出一个女儿来啊？你女儿还给我，你把女儿还给我！你看你呀。怎么那么多汗呢？你到底怎么了？什么时候你还笑得出来？生气别生气，我不是笑你，我是笑我自己。大礼拜天的，还学人家来拿孩子。啊？感觉诊所根本没开门。你说啊，好热，我去冲个凉啊。哎，你别啊，是这样，妈有点事儿要跟你们俩说。淘汰。哎，淘汰。哦，哎，苏玉，你怎么还站坐啊？啊，来，坐下来啦，你这样孙子怎么受得了？哎呦，坐着。炖这个要给你喝，姑姑啊，去把那个碗拿过来了。不，跟你讲，等一下你要喝我这个亲自帮你炖的哦，四物排骨汤。喝完之后哦，你一定要好好在床上给他躺下来休息啦。来，喝一点哦，这个炖很久的嘞。来，先喝一点，趁热给他喝一下。不是，师太。
我干嘛要喝这个东西啊？啊，干嘛不喝啦？淘汰你不知道哦，拿小孩是很伤孙的呢。那，哎呀妈，我一个大男人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，所以只好跑去跟孙妈说了。是啦，哎，干嘛要拿小孩啦？孙下来有多好，都怪我啦。实在是不应该讲说什么50岁怀孕会被人家笑。淘汰，拍死啦，对不起啦，其实我是在开玩笑的。要是我知道你怀孕哦，我怎么可能让你拿小孩啦？哎呦，孙太，你就别急了。哎呀，好吧，反正呢，趁着大家都在，我就一次把它说了吧。其实啊。那个孩子还在我肚子里面。啊！太好了，好，没事没事。所以我要做哥哥了。是啊，我们富华呀要升格当哥哥了。我做哥哥哎，是做哥哥。是啊，恭喜你啊，富华，你终于有个妹妹可以管了啦。哎呦，太好了啦！淘汰，你这一次一定要让我将功赎罪啦。没什么功，何来什么罪呀？坐下来，小心小心。好了，没事没事。当初吼，我升家住的时候，我就在想说，这一胎一定又是个女的啦。所以名字都已经想好了。你看我们家，一美、再美，总不能再叫一个三美吧？所以我就想了很久很久，终于被我想到了。结果哈，就生了家柱，是个男的。所以这胎如果是个女的话哈，把我想好的名字都送给你。啊，好啊。反正啊，我拿那个一美再美啊，都当自个儿女儿一样看待。如果说有了这个名字的话，那他们不就成了干姐妹一样了吗？是啊是啊，太好了。孙妈，那叫什么名字啊？哎，对呀。多美啊！怎么个美？哎呦，不是啦，是陶朵美。这个陶朵美，名字又好听、好记，又好写，尤其是在考试的时候，就啪啪啪，马上就写完了。怎么样啊？哎，好，如果生了个女儿呢，她就叫陶多美。太好了，我的干女儿名字就叫陶多美。好，开心了。舞会上想穿哪一件，慢慢挑吧。我，人家又没有说我要去。好吧。哎，你要干嘛？你是不想去吗？不是啦，是人家会怕啦。我只听说过丫鬟伺候公主。我从来没听说过公主来伺候你这个扭扭捏捏的笨丫鬟。来，干嘛？来，听音乐，然后跟着我的脚步，左、右、左、右、左。习惯脚步之后，抬起头来，不要跟着脚。好，跟着我的脚步，然后让你的舞伴引导你，好不好玩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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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
有男生找我跳舞，我该怎么办？什么万一啊？那就跳啊！不是你想当桂花？不是的，啊，万一我不喜欢他，那怎么办？不喜欢的话，就要勇敢的说 no。舞会上呢，没有人约你，女生只有两种，一种呢是没行情，另外一种呢是不随便。那这两种的差别就不用我说了吧？人生当中啊，第一支舞的舞伴要好好的挑选，千万不能有遗憾。啊，那如果没有人找我跳舞，我不是很糗？放心啦，我不会让这种惨状在我姐妹身上发生的。这时候我们村子那些猪头就派上用场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就叫陶富邦他们轮流去解救你了。陶富邦哦，我不要啦。他一定觉得我又傻又呆又笨，要不好看为什么？放心啦，还有拍熊、小东跟徐艺员啊。啊？徐艺员你要去哦？嗯。那你就放心了。姐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，什么都懂啊？你什么时候去跳过舞的？我怎么都不知道。哦，张叔有带我们去美军俱乐部跳舞啊，而且他说啊，跳舞是外国人的社交礼仪。嗯，张叔，人又长得帅，又见过世面，他的舞一定跳得很好。还可以啦。那你的第一支舞是跟老外跳的吗？张叔，还不是我妈逼我的，所以啊，我就用高跟鞋。好直接，你干嘛踩我了？好痛哦！活该。哎，娟，嗯，你那么喜欢张叔，如果他是你的亲生爸爸，你一定会很爱他哈。可他就不是啊。我听我大舅。切，就算你生气我也要说，张叔没有抢走你吗？就是因为他，你才会有一个完整的家。不是啦，我刚刚的意思是说哈，其实是因为张叔他对你们真的都是很好，他我知道啊，可是我还是不能喜欢他。这样才能证实我爸曾经存在这件事情。见面吗？我只是要向你证实，用外表去衡量一个人，终究会错过内心的浩瀚海洋。这句话是骗人，是虚伪，是披着羊皮卖狗肉的。对，你汪倩倩最迷人、最美丽，像我这样的人就要赖死在家里面自知之明。那你干嘛还帮我约她出来呢？因为那个骗人、虚伪、披着羊皮卖狗肉的人。是你，你自己都不爱你自己，凭什么要人家去了解你浩瀚的内心？迟早人家会发现你内心其实狭隘的很，是装着一些自卑、幼稚、自怜、自爱。你以为这样很迷人吗？足以让一个人爱上你吗？做梦！我要撕了你的嘴！
烂我的嘴，也逃不了你自己的愚蠢。醒醒了，汪娟娟，真正残废的不是你的脚，是你的心。那些对你的脚视而不见的，可能真正发现你的好。而那些只在意你外表的人，根本连当你的也都不配。9点才有楚留香啦。晚上9点才有楚留香哦。现在外面天都还亮着耶。小花裙呢？蒜头。贱人。嗯。请问，这里是拍熊的家吗？不好。原来是你偷了。什么东西？小偷。偷了我的花裙。这个就是我的花裙。这是我的。我找到了，在这里。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这是我的。怎么来了？妈，在干嘛啦？这个人是小偷，他偷了我的裙子。他身上穿着的就是我的裙子。妈，把花裙还给我。这是我的，是我的。是人家的裙子。你们两个合起来骗我。没有没有。你们两个一起骗我。把裙子还给我。小偷，你不要走，不要走。哎，这是我的裙子，还给我，还给我我的裙子，你不要走，这是我的裙子。不看你的眼，不看你的美，看我心里都是你，忘了我是谁。不看你的眼，不看你的美，看的时候心里跳，看我以后眼泪垂。吃饭了，拍熊，拍熊回家吃饭。红妈，拍熊八成跟女朋友约会去了，你先别到处找他，回家等吧，他约完会自然就会回去了。哦，小拍熊，回家吃饭喽。红拍熊这王八蛋啊，只顾着自己约会，连疯妈都不管。
你这家伙到底是欠打还是欠骂？黄杯要我一字不漏的念给你听，你给我竖起耳朵听清楚。台雄，你去台北补习，专心考大学，学费、生活费，通通别担心，爸爸会每个月寄给你。去租个小房子，好好过日子。告诉别人，你有个念复旦大学的吗？然后，一定要变成一个有出息的人，别辜负了你身体里流着你妈的血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嫌弃你妈吗？你不是嫌弃你家里吗？所以你爸要你痛痛快快去过你自己想要过的日子啊！我操！我陶富邦瞎了眼，怎么会认识你这种自私又不孝的人呢？受委屈，既然怕我受委屈，干嘛还不要我啊？拍熊啊，国维，我不是拍熊，国维。其实你真正的名字叫冯国维，多好听的名字啊！这是你妈给你取的。哎，只怪你这个作罢的，大事不是的几个。那天我从户政事务所办回来之后，你妈发现的错误，二话不说，要冲回去户政事务所改。结果没想到她竟然出了麻疹，整个人发烧烧到脚都站不稳。她以此说，我不能让我儿子的名字变成笑话。名字变成笑话，这场病就这么病了好几天，心里面始终还挂记着这个事情。连他做梦的时候，在梦里面都讲我儿子的名字不能变成笑话。当然，在这场病以后，你妈整个人也变得糊涂了。爸知道，你从小让人取笑到大，像你爸爸是个捡破烂的，像你的名字，这是你爸造成的，是我的错。我们想唱好羞羞脸，妈妈是疯子，爸爸捡破烂，吃垃圾穿垃圾，姐姐是笨蛋。妈，你爸知道我？是你妈。他的错，你不能把他当成笑话。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时代的糟蹋，他绝对会是你的骄傲。他没有错，是我搞砸了。他若知道他这个事情变成你的笑话，他会受不了，一辈子都受不了的。说起来，也是我这个做爸爸的无能啊，我很愧疚。
我没有本事呢，把你妈的病给医好，更没有能力在外面帮你打抱不平。所以，其实该道歉的不是你，是我要跟你道歉，好不好？冯博伟，跟你道歉，我不是个好爸爸啊，我也不是个好丈夫啊。 时间它像是河流，慢慢的轻轻推送。有时候像是漩涡，很难静止啊，不懂。开心的、伤心的，一辈子能改变什么？能相信什么？游走在梦的尽头，也常常不时回首。 擦身交错，谁停留，谁又远走？我曾经犯的错，我曾经留下的遗憾，就让它去吧。如果想要回到那过去，但是你我之间存在遥远的距离，试图去明白。